我是在地新闻，在地人，在地情。继续要来讲十月，又阁是这个乌面喇叭飞到台南，初十过冬的季节。台南市政府甲生态保育协会来合作，十月二八要伫个七股来举办乌面喇叭保育的活动，邀请大家做伙来观赏乌面喇叭，顺便来摄市集。乌面喇叭保育会活动为2013年开始，就一直有伫咧推广，到即马已经来到第10年，保育的成果嘛是展现台南的特色，真适合乌面喇叭。啊，那今年活动卖伫咧28号，伫咧七股广场开播。安尼乌面喇叭是一档比一档搁较济吼。目前为止，咱今年2279只，比去年来讲加400多只。来台湾过冬的乌面喇叭数量有伫咧变多，保育协会逐年拢会规划真济活动，用实际行动结合产业和教育，提升台湾的保育观念。今年的系列活动包括有卡拉车逍遥游，我们去那个绕黑面琵鹭保护区一圈，差不多16公里。这次活动会在28号起课，现场除了欣赏乌面喇叭，也有创作商品，让民众更加认识保育类的动物。Hello， 我是张新闻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